哎呀妈呀，一会儿还有10个孩子呢，怎么办呢？江湖救急！啊？江湖救急！嗨，小七，花儿。姐，给我哥哥。Hello。Hello，Hello，Hello，老师好，欢迎。黄老师好。哎，你好。黄老师好。哎呀，林花又见面了，欢迎。又见面了。刘老师，进屋吧，这儿太晒了。快进来吸吸汗，凉快。打扰了。哇，你们这个屋比电视上看着要小很多。这次客厅小，但这次房子大。对，房子大。这次是那种，快坐。这是给小朋友们带的绘本，哦，到时候我就送给他们就行了。何老师，我给你们带了一个礼物，我自己画的。哎呀，谢谢，好可爱，都画了，特别好。先坐，快。我们有冻柠茶，还有冻咖啡。我喝这个。对，我们自己做的。谢谢，冻咖啡马上来。我们要不自己动手呗？别，你们先坐，马上你们就没有这个资格，谁也不管你们了，好不好？好嘞。这前5分钟是有人照顾，好吗？前5分钟有人照顾，后面就是自己对爱干嘛干嘛啊！马上。何老师健壮了很多，一下看到海边锻炼了，咔咔咔咔。我来了，朋友们。良辰已到，我们去把帐篷搭起来吧。好，终于有活干了。走，从这儿开始往那边一线吧，好不好？好的。来了。行嘞。这个是防潮垫。这好像那个双节棍。快使用四节棍。妹妹，刚庆祝了几个腰。又相住了几个魔，嘿，魑魅魍。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是金箍棒吗？哎呦，这个风！啊，没事吧？没事。海风太大。我感到它要飞呀。没事，不会飞的。好了，我说过他要飞起来的感觉真。何老师，我有种预感，这个撑不起来啊，要飞走。不会的。OK， 嗯，好，来，把门朝着海。好。完全没问题，我这很稳，稳如泰山。非常稳，我这边也。我觉得要起来还会飞。绝对不会的啦。好，黄老师可以，没问题。好 ，OK。我们负责弄后面的，然后你们负责在里面放一个防潮垫。是这个吗？对，是它，要充气。好，我们来装下面的。咱来这个，哪一个？这个。冲！哎，好，喂，好，牛，可以，力大无穷。来，扎根。要打几个呀？5个。好，可以。好，放，冲。帅气。哇，你看。Thank you.
回到解放前。哎，这盖了一个倒一个啊！风太大了，风太大了。这个帐篷很完美。对，前面两个可能没扎稳。这得放两个那个沙包在这旁边。放两个砖头呗。姐，你帮我把那门打开。我啊，怎么样啊，搭的？刚才这个被吹倒了。哎呀，重来。往后退一点点。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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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帐篷搭起来。夹子不烫屁股了，烫的要死，感觉燃烧了好多卡路里。然后姐，花，你们回屋一会儿中暑了。没事没事，差你一个，帮他弄完。来吧。来，何老师把这个卷一下。OK， 好了，走吧，来。哇哇，来啦！坐好，别动，先别动，先别动。红哥，哇 ，Hello， 王姐姐，红哥哥，你真好。Hello，Hello， 红哥 ，Hello。好久不见，这是小七姐姐。Hello，Hello。哎呦，你的帽子好帅呀！他自己设计的吗？嗯，你是海盗王吧？对。走这边，走这边，给你们看个好玩的。快快快！跟着我。怎么跑这么快？为啥要跑啊？童哥是孩子王。好好玩。这边看。进沙子了，哇！这蜈蚣真的是沙子，看起来好好玩。你叫什么名字呀？刘振东。哦，你看，这有一个超级大的东西，你猜它是什么？不知道。彩灯。跟着我走。我们回来了，快来来来，女生的空间，大家来跳一下，哪个是你们的名字呀？这个是的。黄雨熙。这个怎么？有大家不要在这换，大家不要在这换，妹妹，咱们去卫生间换，对对对，卫生间换，对对对，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跟我们说，我们就在门外啊，出发，我们是娘子军，红色娘子军，那我们两个是粉色娘子军，他们娘子军，哇，大海，我们去了，哇，这个浪，这个泡泡好多呀。好不好？看看，你看，已经有小朋友在海里了。我看看，你看，披上啊，一会儿再摘啊，要不然冷。哇，游泳真好玩。好玩哈。嗯。咱们现在首要任务是洗澡，好不好？只要洗了澡之后，想干什么就说。走。你站到池子里冲。对，你站在这太危险了。拿上自己的包包和换洗的衣服，跟着那个姐姐走。你选你的衣服，亚玲的那个是，嗯，我觉得游泳挺好玩的，是吧？海水咸不咸呀？咸，是吧？很咸哈，有喝到吗？没有吧？我要画下蓝色的天空，蓝色的蓝天，这个你看，蘑菇屋长身上，哇，画的好美呀！哎，你们先端出去，可以开吃了。好，哇，太鲜了。嗯，可以。何老师，你来一个不？好，我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小块，再来一小块。没事，我坐着吃，坐着吃。来，小七。小七坐着吃，我们踏踏实实吃饭。来，快，这是你的。对，谢谢。辛苦了一个，我不辛苦。对，今天得有增益，要不然我搞不定。对，十九个人的饭，朋友。来，
里。刚才有点慌乱了，大家就是那个比干那个体力活还累。但好有意思啊，今天小朋友们就是玩水玩得太开心了。我特别感动，我在海里面的时候，一个大浪打来，我觉得那个小孩很踉跄的时候，他尖叫，然后我以为他会害怕，结果他抓着我，他说：“何老师，这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候。”他喜欢，嗯。我说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何老师，何老师，怎么了？何老师，可以下象棋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帮我们拿一下飞行棋。你找高个的去拿。何老师，这里面的可以玩吗？可以。玩玩积木。可以。我想玩狼人杀。可以玩。我想拼我。可以可以可以玩。可以玩这个吗？可以可以，那你们就不要飞行棋了是吧？那你的球可以玩。哪里的球？那个外边。这个球。不是那个外面，哪个球？那个外面，你去拿去玩，拿来看一下。真的没？我平常要玩这个，要玩狼人杀吗？怎么了？那个屋太吓人了。你听那个外里面的小朋友在弹钢琴，我天。人多真是热闹，等吃完饭回去面目全非。不重要，不过了日子，抱吧抱吧，这个世界早晚都是你们的。我吃饱。我记得还有两个小朋友没有表演节目，哪位啊？来，他，李亚妮。好。你准备的什么节目？没有准备，萱草花呗。哦，萱草花，那这样好不好？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我请一个姐姐来陪你唱好不好？小七姐姐可以陪你唱好不好？何老师，我可以上去陪她一起唱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大家一起唱啊，来，加油啊！加油！高高的青山上，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能回白灵洲呢？哦，白灵洲啊，还不知道呢，现在还没确定好呢。你们不回白灵洲了吗？应该还会回去。可是我牵挂的模样，让它改变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好像我成不成。好，谢谢大家表现得太棒了，现在我们要送给大家一个礼物，所有的小朋友注意，来看大海。哦，看到了。哇哇哇，出船了。哇哇哇哇，看到没有，
我们的灯塔亮了，所有的船都亮了，看见没有？最开怀，梦幻的河水从天上来，绕着那万紫千红一片海。我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痛快。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边最美，哇，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哇，漂亮！哇，哇，真好看！小朋友都有啊，来，给。哇，好漂亮啊！谢谢。哦，原来你还有呢。哇，好漂亮啊！好帅啊！谁睡啊？我跟刘振东。那你们准备睡哪个？这个呀。好嘞。要睡了呀。嗯。我这第一次住帐篷，是不是好好玩，对不对？对。把它铺好，来，这是正面对，好铺好。再玩一会儿，一会儿就要躺下玩了，好不好？好的。最主要是把那个纱帘子拉上，要不然有蚊子。哎，对。我们大人检查一下他们这拉链拉好没有啊？别进那虫子啥的。最棒就你们两个。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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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卡巴卡。晚安，宝贝们。小朋友们，晚安。哇，吴亦凡已经睡着了，表现太好了。
没有争议，我今儿弄的真的忙不过来了就。但是特别好的是这个节目，我在中间我还可以跟我儿子晚上9:30准时跟我视频。爸比，儿子，你看这是谁？你好吗？啊，爸比好。你好。我说你看看这是谁？我说爸爸之前跟你做的红烧肉就是跟这个老黄老师伯伯学的。问了好多，哎，旁边是什么声音？我说不敢告诉他，我说有孩子。你在外边还有十几个孩子了。小七，嗯，今天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没有跟我想的特别不一样。小七对咱们节目非常的熟悉。对，我可太期待了。我是第一次来，然后我又很喜欢看这个节目，我每一季我都在追。在那边，从这里下沙滩，然后过去转角。这俩谁是 H？ 这是 O， 这是 H 啊？对 ，H 黑一点。一心喜欢看，不会带团队就会干到死。这就是难得的来了一个，来的特别热情、特别熟悉的节目，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到我家做客嘛，对吧？这种感觉是很难得的。来，朋友们，开心开心，开心。辛苦啦、啊，辛苦大家了，好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今天很难忘。我觉得只要在成年人的努力之下，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吹着海风，听着海浪，可以在童年的梦乡里自由徜徉，一切都值得。哪有向往的生活？只有一代一代的美好的延续才有向往的事。所以呢，我们在这一起守候小孩的第一束晨光也是挺好的。睡得好香，真的睡得很香，睡得超香。而且盖被子应该刚刚好，对，根本不用盖被子，也不热，也不冷，太好了，睡得喷香，还挺好，哎，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十个小孩睡得香得东倒西怪，不能把头丢在一个什么地方，很可爱。哎呀，我们的故事没给孩子们讲，现在你就这样，你就给我们讲，你哄我们，累了的人都是小孩。大家讲讲梦想。嗯，好，我们来听个故事，睡前故事。啊，这起得好累啊！来吧，跟随你的心和你的梦想，无论他们把你带向何方。每个人至少会有一个梦想，也许有一天，他会来到你的身边。那么灿烂，那么闪耀，那么鲜亮，你的和我的看上去也许会很不一样。有些的人呢，看上去也许会很伟大，很高尚，甚至很了不起。有些人呢，看上去也许会很渺小，很平凡，却非常特别。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太注意它，毕竟它看起来那么小，它还会召唤你，跟我来呀，跟我翻山越岭，飞上蓝天。这一路的追寻会把你带到哪儿去呢？有些人穷尽一生去追寻它，有些人追到了，有些人没追到。有些人最终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梦想。不是停下脚步，不要放弃努力，哪怕这一路困难重重。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一直都在追寻幸福的路上。你找到自己的梦想了吗？我找到了。他就在小朋友们的画里。
那有一天啊，我跟我儿子两个人躺在床上，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跟小孩啊没任何区别，只是白天醒的时候有区别。我们醒着的时候就是大人和小孩，但只要一睡着了，我们就都一样，只是我们睡在不一样的童年里边。对。刚才刘传燕老师讲那故事，内容我一句也没听见，我就听见有人在说话。这就是童年最幸福的时候，听妈妈讲故事，那个声音比故事还重要。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嗯，好舒服吧？嗯，我跟你讲，有人给讲故事特舒服。对，我这辈子就是小时候我妈给我讲，后来我就一直给这些孩子们讲。哎呦，真的，终于有人给我讲故事，我以后每天两人给我讲故事我才睡觉。不然我就不睡。何老师，您也给我讲一个。好的。来了啊，何老师讲故事了啊，大家来。月亮要睡觉了，星星要睡觉了，可爱的小宝宝也要睡觉了。小宝宝？雷宝宝要睡觉了，小鸡宝宝要睡觉了。子枫宝宝要睡觉了，鹏鹏宝宝在抖脚，林花宝宝要睡觉了，金龟子宝宝也要睡觉了，红袋鼠小甜头之真棒海豚，小甜头马上就要被河鱼拖进洞里，他吓得惊慌失措，一只海豚飞速地游过来，河鱼看见了，吓得赶紧松开小甜头缩进洞里去了。海豚用嘴把小甜头顶出了海面，他感激地对海豚说，谢谢你救了我。突然他们听到前面海面上有呼救的声音，好像还有一只小船。海豚飞速地游过去，原来在那只小船上求救的正是袋鼠妈妈。小甜头忙大声喊，妈妈快过来。袋鼠妈妈一下子跳到了海豚背上，小甜头高兴地叫，我终于找到妈妈了。找到妈妈的小甜头还会遇到什么事儿呢？请小朋友们听下期红袋鼠小甜头的故事吧。보담돼요보라나허라워던부에일주스극슨내짐인데허이벌어요나저하이리아화로주스극슨에치민데후我们是取茶叶的老师，都睡了，都睡了，睡挺香。孩子们都睡了，对，走走走，
咱们悄悄的走。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哎，这个给我，我自己来。没事没事，我来吧，我来吧。真的是相互依仗的一天，太棒了。再见了。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我终于来到了向往的生活，在海边的蘑菇过了充实放松的一天，和大家伙一起慢慢生活。2022，我要开开心心每一天，做更好的自己。好，我们走了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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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辛苦了，再回来啊。好，妹妹拜拜，拜拜拜，嗯，拜拜拜拜。我一看好像是。我是好好休息吧。哦，再见了，拜拜拜拜，蘑菇。孩子们交给我们，放心。对，你们看护好他们。拜拜拜拜。